嗰陣時咧，即係佢嘅開始啦。咁其實喺 I Remember 嗰只碟，咁我哋一路揀啲歌咧 ，more or less 已經開始掂咧，就係嗰啲比較 jazz 啲嘅嘢啦。咁啊 ，Karen 咧，至到而家佢都仲係搞緊呢一樣，可以講俾你哋聽。你哋認識嘅名字啊，即係外國嗰啲啊 number one 嘅 jazz musician 咧，包括我曾經最近都去睇過嘅 Simon Phillips， 係啊，都係佢搞翻嚟嘅。我想香港好像现在只有你一个人搞，主要是啦，但是当然这一两年就大家都在这里得个等字啦，希望可以下年多些人来得到啦。那天在这里睡睡一觉，想一想一今年还有什么可以做，我就想起刚刚前两天有人跟我讲起暗这一点，我说咦，我们暗未做过暗一这个班底，未做过一场 concert 的、哦、他都讲得对，如果他不提的我都没想到、我冇谂过呢一个 reunion 呢一个字。Danny 都有另外一个计划嘅，今年但系因为系涉及到外国嚟嘅 artist， 系啊，又暂时未做得到。咁我同阿 Danny 讲，喂，不如暗日都应该嚟翻个 reunion 啦。你几耐冇见阿 Rowell， 几耐冇见阿阿正啊嗰啲？系、哦，大家其实好朋友。咁当然我哋早几个月又有啲好嘅朋友离开咗我哋。咁我哋更加覺得我哋好 treasure 今次呢個 reunion 嘅機會，同埋我哋大家都仲係生存緊啊！最緊要，你哋都知道人生就係咁樣，突然間有一個唔見咗嘅話咧，你呢個 reunion 可能係少一個嘅。咁出邊亦都有朋友同我講，你睇得幾多次就幾多次啦。所以呢個 reunion 咧，我諗係得阿 Karen 佢吹呢一個雞咧，先至嗌得到翻嚟。因為冇人去諗到一，二就係邊個去吹呢個雞。因為他跟我們整班 musician 已經講了幾十年了，大家是啊，但是那些真的好，以前 Rowell 那些真的一天一個星期見五天的，隨時跟他錄音那時候Rowell 的老爸我都認識的，我們想想我們的歷史其實很深遠的，所以這一次呢暗一的所謂 reunion， 我告訴大家聽，你們會有些人是很奇怪的，舉例哎，夏小星，你可唔可以俾个歌名，俾个 list 我哋啊？咁点解我演唱会要俾个 list 你咧？俾个惊喜你仲好啦，系咪啱啊？系咯，一张唱片得个十零只歌，即系你去睇套戏，冇理由想知道结局点噶，系嘛？而家啲人已经搞到咧，有阵时好奇怪嘅。索性咧，你应该就系嚟睇嘅话，我哋系用暗一嘅 reunion 嚟到做一个包装，包起我哋呢一扎大家嘅老朋友。我哋喺录音室嗰度做啲乜嘢？我哋點樣錄音就係呢一班人，當然亦都會有其他啲歌加入去嘅，係嘛？所以咧問我哋個 song list 咧就唔需要啦，但係嗰只係主要嘅。仲要睇兩晚喎，因為隨時兩晚啲歌都唔同喎，要變一變㗎，係啊，因為其實即係暗蚊嗰只碟就係咁嘅歌啫，但係我仲有好多歌噶嘛，不過我都有一樣嘢可以講俾大家聽，好多一路跟隨我咁多年嘅朋友，佢哋曾經係見過我係點樣。是一个鼓手唱歌、我在很小的地方一直做到去夜总会、做到酒店，我就将有一些我当年差不多是我的饮歌了，当年大家一起听那些歌都是喜欢那些歌的，是啊，其实这次之后呢我都还有兴趣跟你录一只英文碟的，真的慢慢来，我们大佬话慢慢来又不要快，但你也不要太慢，不要太慢，是吧？啊！你知時間係過得好快，我哋一樣還一樣。但係真係嘅，我同你，我覺得你應該要錄翻一隻英文歌先。點解要錄只英文碟咧？又有啲歌我記得我想你想聽你唱嘅嗱，例如 Alice Cooper， 好月光的思念啊，好嘢。如果英文碟咧，其實我即係咁耐嘅事業裏邊咧，我係出過兩張係唱全英文嘅，一張 Love Me 就唱貓王嘅歌啦 ，Change is gonna come， 同埋 A Change is gonna come， 係。咁啊，如果阿 Karen 話將來會有隻英文碟，我都期待，因為好老實講，我係真係唱嗰啲歌出身嘅。冇錯，嗰陣時都有人睇你聽聽你唱，好多人嗰陣時嚟過。即係有我哋咁多年咧，當然有好多嘅歷史，有好多嘅淵源。呢一班人亦都係有聽我以前英文歌嗰個年代。就算去到我成為咗夏韶星，我喺呢個圈子咁多年，有咩得著咧？正話你都話啦，我哋冇發咗達，我哋冇發過達嘅，但係我哋生存到。我哋同埋都係
live a happy life， 即係我呢、這個我好想講嘅都係，即係大家都做緊自己中意嘅嘢，即係呢個係真係好難得嘅。